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文革史记》节目，我是丁凯文，今天呢，跟大家谈一谈一个有关的林彪事件的一个题目了，叫做一个在网上流传十年之久的，林彪问题的这么一个谣传。上一期节目呢，我曾经在节目的最后的时候呢，跟大家提起过呢，说这个。解放军与文革这个题目呢，我基本讲了60多期，大致的内容呢，基本都讲的差不多了。那么以后呢，我想呢，就我所了解的、所关心的有一些个课题呢，在以后的日子里呢，逐渐的、慢慢的跟大家娓娓道来了。所以呢，这一期节目呢，就跟大家谈这么一个话题。为什么会谈这么一个话题呢？因为呢，我最近不断的接到一些朋友，通过微信呢，通过 email 啊，等等，发给我一个信息，向我询问，说是啊，这个有这么一个传言，说是呢，这个这个政治局啊，中共中央政治局接到了中央三个研究室，提供的一个报告，这个报告的名字叫做。关于林彪定论为反革命集团主犯，若干主要罪证成立有疑。这个政治局接到这么一个报告，所以呢，大家就问我说，这个东西是不是真的呢？是不是中央政治局真的有这么接到过这么一个报告呢？以及它的这些内容，就从逻辑上到史实上，这个东西是不是存在？那么我首先第一点，我首先可以肯定的向大家报告，这个东西是不存在的。那么这个东西是从哪儿来的？最早是从什么地方流传出来的？我手头呢有这么一本《争鸣》杂志，2008年7月号这个《争鸣》杂志，看到这个左下角哈，有这么一个题目，看到没有？叫做。政治局接中央三研究室报告，林彪罪证存疑。这是《争鸣》杂志2008年7月份。那么，也就是说呢，距今已经整整十年了。我们看它这个主要的这个内容，在它的这本杂志里边的第10页，看到吗？第10页上面有。林彪罪证存疑，也就是说呢，这个传言呢，最早就是十年以前呢，由《争鸣》这本香港出版的政论杂志最早公布出来的。那么是谁写的呢？他这个题目呢，他这个作者呢，叫做本刊记者罗冰。那么其实这个本刊记者罗冰呢。几乎在以往的这个《争鸣》杂志里头，每一期恐怕都有他的一些个化名的这种文章了，或者这种相关的一些个内容但是我相信了，这个罗冰只不过是一个某一个人的化名，甚至于可能是一个集体的化名那么他这个里边所提的中央三研究室是哪三个研究室呢？他这里边说了，这三个研究室呢，首先是中央党校研究室，第二呢是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三呢是中央党史研究室，就这三个研究室。这三个研究室干什么呢？他说啊，从这个2007年的时候呢，这三个研究室呢，就林彪、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反革命集团案进行了复核。那么在这个07年3月中旬呢，就以三史的名义给中央政治局呢递交了这么一份报告。那么这三个研究室是他们到底是干什么的？首先呢，我们先看看这三个研究室他们职责是干什么， 是什么。第一个呢是这个中央党史研究室。这个中央党史研究室呢，他们实际上呢是在中共中央领导之下呀，专门负责有关中共党史方面的研究。也就是说呢，从中共建党，从1921年
一直到改革开放这么长一段时间里边，这个中共的历史是什么样的一个历史呢？那么由谁来编纂呢？那么就由这个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比如像我手头的这一本哈，叫《中国共产党历史》，我手头是第一卷，那么他们编了两卷，第一卷和第二卷。那么这个党史研究室呢，就是他除了编写这个中国共产党历史之外呢，他还做一些个专题的研究啊，或者一些人物的研究啊，也就是说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里边啊，中共党史呢它发生了哪些事情。那么中共中央呢专门找了养了一批人，这个很多也就是研究生毕业啊，硕士了博士了啊，专门在这个研究室里面工作啊，负责研究中共党史。那么这是一个研究室。那么第二个呢，他所这个所谓报告里提到的呢，是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那么这个文献研究室是干什么呢？首先呢，这个文献研究室呢，他们是专门出版中共高层的人物传记，也就是说毛刘周朱陈邓，就是毛泽东传啊、刘少奇传啊、邓小平传啊、周恩来传。比如说像我手头的这本这个毛泽东传，这个是1949到1976，这本毛泽东传呢就是由这个中央文献研究室他们负责编写的。还有像这个周恩来传，也是这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他们负责编纂。除了编写这些大人物的传记，他们还编什么呢？还编年谱。比如像这个毛泽东年谱，像我手头这本是毛泽东年谱哈，这个是1949到1976，当然还有更早的这个一批年谱，毛泽东年谱，还有像什么呢？周恩来年谱，看见没有？1949到1976，这是三卷本，上中下三卷的周恩来年谱。他们除了编写这个传记年谱之外，他们还编写这个编纂这个领导人的文集选集，比如像毛泽东选集啊、周恩来刘少奇选集、周恩来选集啊、邓小平文集。另外呢还有比如像这个他们编的这本叫做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这个也是这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他们负责编纂的。也就是说呢，这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呢，它的主要任务呢是编写领导人的最主要的这些领导人的传记年谱文集，这是他们最主要的任务。另外呢还有就是这个报告，所谓的这个报告里面提到的这个中共中央党校研究室。那么这个党校研究室呢是不是有存在呢？我在这个党校的这个网站上看到他们是有这么一个研究室，但是呢这个研究室他们到底具体负责哪些内容，负责什么东西，现在看来呢还不是，至少他的这个网站上他写的并不是很明确，显得就是说比较模糊了到底这个研究室是研究什么东西的。因为你这个中共中央党校大家知道呢，它实际上是一个干部培训的这么一个机构，他们并没有什么本科生，他们并不招收这个四年制的本科生，但是呢他们又有研究生，比如他们招什么这个博士生啊，这个然后呢他们党校也有一些教授啊，他们也带这些博士生，但是呢他们最主要的是给党政高层的领导人，省部级啊甚至于可能县团级啊等等，有一部分这个地区一级的领导人到中共中央党校呢进行培训，由这些个党校的这些教员呢给他们讲讲中共党史啊，讲讲中共方面的新的这个政策呀、这新的精神呐、等等，这是中共中央党校的他们这么一个机构。那么实际上我们来看呢，这三家机构啊所执司的内容呢是不一样的，就是各干各的他们个人有各自呢有各自的本职的工作，而且呢他们的领导呢也都是由从上往下派下来的。比如像这个原来据我所知呢，
就是我在国内没出国的时候呢，比如像党史研究室的这个党史研究室主任是谁呢？是胡绳。那胡绳呢是这个老一辈的这个党史研究室的比较权威的一个大家了。他那个时候呢就是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的主任。那么副主任呢，据我所知呢还有什么李新啊、廖改龙啊这些人。那么文献研究室呢，他们专门负责这个中共最高领导人的这个选集啊、年谱啊这些个传记啊，他们也有他们从高层派下来的这些领导人。实际上到越到后来啊，这些个最高就是这三个所谓的研究室的他们的主要领导人呢，越到后来越没有什么学术性。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说后来的这些领导人他都不是学术出家的，都不是专门从事党史研究这个德高望重的这种学者，往往呢都是比如什么什么什么中宣部的啦，什么这个中组部的啦，反正他们就是干部，他们是这个中共的这个党官，但是呢他们并不是学者。而且呢这个三个研究室呢，他们所传承的工作，他们所需要做的这些工作呢都是从上面派下来的，他们不可能主动的联合起来这个向中央去搞，就是联合起来搞这么一个调查，然后向中央提这么一份报告，这个是没有这种可能性的。另外再有一点呢，就是今年三月份的时候呢，这个中共中央呢印发了一个文件，这个文件叫做深化党和国家机构的改革方案。这个改革方案是什么呢？就把中共党史研究室和中央文献研究室再加上一个中央编译局，把这三家机构呢整合，就是整合成一个机构，叫做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也就是说呢，原来这三家机构呢现在合并而一了。那么刚才提到这个中央编译局呢，那就是这个历史就更早了。这个中央编译局专门是编这个翻译出版这个革命领袖的这个全集，比如像什么马克思全集啊、恩格斯全集啊、马恩全集，就是然后什么列宁全集啊、斯大林全集啊，就是中央编译局他们专门干的事情。所以呢今年三月份呢，实际上中共中央下发这文件把这三家机构给整合成一个机构了。所以我们从无论是从这个历史和现实上来看呢，这个三个机构他们的这些领导人基本都是唯命是从的，就上边让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他们不可能忽然哪根筋哪根这个神经动了起来，然后三家联合起来向中央政治局写这么一份报告。这个就他们难道吃了雄心豹子胆，没有上面的这个首肯，没有上面的授意，他们就敢写这么一份报告吗？没有这种可能性。所以当我看到这个征名杂志上的这篇文章呢，我第一个感觉就是说绝无可能，完全是编造的，这三家机构绝无可能联合起来向中央政治局发送这么一份报告。那么我们再看看他的这些个主要内容哈，他这些内容都谈了些什么事情，从他谈的内容呢，我们是不是也能可以分析出来他这个里边所谓的这个报告这个是不是能够成立比如说他这个报告里边说呀，说林彪反革命集团这个反革命集团呢不能成立，他给了个什么理由呢？他说呀，这个根据啊这个林彪和黄屋李秋他们的这之间的关系林彪和他们之间的关系没有什么另立组织啊，没有要推倒颠覆宪法中的社会制度啊，没有搞组织活动啊，在个人这个之间虽然搞一些聚会啊，有些个见面啊，但是呢都还是在这个组织性纪律性许可的范围之内。他们对中央党主席啊有什么意见呢，有批评啊，这也没什么了不起的。所以呢用这么来看呢，把他们定成反革命集团呢，这个法律依据是好像是难以成立的。但是我们知道啊，给林彪这个反革命集团定案的是谁定的案呢？这就是中共中央从最高的这个中共中央的这个最高层定下来的案。也就是说呢，
在1980年这个两岸审判这个前后呢，实际上呢，这个林彪反革命集团和这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是所有的这个案件的这个无论是审查也好，是审判也好，通通都是在中共中央这个政治局这个领导之下，在直接在邓小平、彭真他们的这个领导之下来来办的这个案子。而且当时呢是把这个案子定性为这个林彪、江青是这个他们都是这个反革命集团的这个主犯，他们的目的呢就是要推翻无产阶级专政，颠覆这个社会主义制度啊等等等等。那么当然每个人的情况还有一些不同，比如像林彪呢，他还有什么篡党夺权啊，阴谋要杀害毛泽东啊，要这个另立中央，南逃广州另立中央，还有这些个案。所以我们看看他这个案子呢，实际上是从中共中央最高领导层定下来的啊，所谓的这个判刑的刑期啊、罪名啊等等等等，都是先由中共中央拍板定案了，那下边这些个这个所谓的这个最高这个特别检察院特别法庭，实际上就是一个傀儡，不过是在中央政治局这直接的授意之下搞的这么一个案子，当然本身并不具有什么法律的这个效力了啊，所以我们看呢，它基本是个政治性的案子，所以呢，基本上像这种案子完全是个政治性的案子。那么他的这个所谓这个报告，所谓这个中央三审向中央提的这报告说是林彪这个案子他不是反革命这个集团，这等于是从根本上颠覆了中共中央，颠覆了邓小平当初的这个定案的这个基础。他们有这种胆量，有这种可能性来做这种颠覆吗？来为这个林彪和林彪这个所谓反革命集团做翻案吗？没有这种可能性了。另外呢，他这个份报告里头还说了一些话，我们看起来从我们现在看呢，就觉得是就是更是不可能的。比如说，他这个报告里面说呀、啊，说这林彪啊和江青之间的斗争呢、啊、是权力斗争，另外呢，有对文化大革命立场的这个分歧，特别是呢，实际上呢是林彪和毛泽东的分歧。比如说林彪问题的实质性质呢是什么呢？纯属党内斗争、宗派斗争，也包含着反对毛泽东专制独裁、政治狂热的正确方面。在特殊年代极不正常的政治环境下，林彪追随或同意毛泽东的路线决策，属于严重的政治错误及行政上渎职。我们看啊，他这里面有一句话他说的是包含着反对毛泽东专制独裁、政治狂热的正确方面。这三个研究室，就算他们写这个报告，退一万步说，他们写这个报告，他们敢于说毛泽东是专制、是独裁、是政治狂热吗？那不是这个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不是已经说了吗？毛泽东仅仅是犯错而已啊，这是这个仅仅是犯了错误，那么是被两个反革命集团，被林彪和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所利用了。毛泽东哪里有什么专制独裁的问题呢？不存在这个问题嘛。所以说这个报告里面说这个林彪他们的这个是包含着反对毛泽东专制独裁、政治狂热，这些人真的是吃了雄心豹子胆吗？借给他们一万个胆子，他们也不敢把这个报告写出这么一份报告来，怎么可能呢？还有另外这些报告里面还有一些个很严重的有些这个硬伤这个漏洞，比如说哈。他说林彪呢曾经提出啊要设国家主席，大家知道林彪呢所谓林彪提设国家主席，实际是毛泽东先提了这件事儿，然后林彪呢就认为呢这国家主席呢应该由毛泽东来当，林彪呢自己既不当国家主席呢也不当国家副主席，这个是林彪的意见，而且呢这个林彪的意见呢是写成了一个是通过这个秘书向这个毛泽东这边有正式的传话。
有正式向毛泽东表达。但这份这个所谓三十给政局的报告里是怎么说的呢？他说呀，1970年3月9号，毛泽东呢和周恩来、康生、李德生谈话，谈话时候毛泽东就说了，说党有个主席，一个国家也要有主席，人选还要议一下。那么3月9号毛泽东有没有找周恩来和康生、李德生他们谈话呢？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个资料呢，3月9号、8号和9号 这两天呢，毛泽东都在武汉，他没有在北京。那周恩来在哪儿呢？周恩来确实在北京呢。周恩来在北京干什么呢？周恩来在北京呢主持召开了一个国务院的业务会议。所以呢，实际上呢，这3月9号这一天呢，毛泽东和周恩来分别在不同的地方，他们怎么可能这个开了这么一个会呢？这从我们现在掌握的这个资料来看，这个就不存在这么一个会。所以呢，他这个所谓的这个中央三十给中央的这个报告里面，如果他连这么简单的、这么明显的这么一个错误，他们都没有发现。毛泽东在武汉，周恩来在北京，这么明显的错误他们都不能发现的话，那他是怎么来向能向中央写这么一份报告呢？另外我们还看啊，他这报告里面还说这个1970年3月12号呢，这个林彪呢还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林彪这封信呢提出了五点这个看法啊，向毛泽东呢请教。比如他提了什么看法呢？他说呀，对文化大革命呢要设定一个时间，要全面恢复党组织、政府部门、各机关、企业、农村公社、社会秩序，要抓战备，发展国民经济，解散一切群众组织，停止内战，党内外清查的750多万人的案例呢应该以明确的宽恕的处理。那么毛泽东还给批了个信给周恩来、康生，说这个可以坚持个人意见立场。林彪有可能给毛泽东写这么长的、这么态度明确的一封信，要求毛泽东结束文化大革命，这个全面恢复党组织，恢复社会秩序，然后要这个发展国民经济，甚至于还要解散一切这个群众组织。所谓解散群众组织，就是解散这些个原来的这些个造反派组织嘛，还要停止内战等等等等。林彪有这个可能性给毛泽东写这么一封信吗？这跟林彪的个性以及林彪在文革当中所秉持的原则是完全不符的。林彪在文化大革命当中呢，首先他第一是非常消极的，基本上是什么态度呢？就是主席画圈我画圈，主席就是毛泽东先同意了，然后林彪呢才会同意。任何的一份中央的文件来传阅的中央高层传阅的文件，林彪呢都是要先看毛泽东有没有签约，毛泽东有没有同意。只要毛泽东同意了，林彪通通的全同意。毛泽东呢不会在林彪不会在毛泽东之前表态。这个是林彪在文革当中呢一贯秉持的一个方针，就是他自己为了自保所秉持的这么一项原则。所以我们看这个王立啊，这个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这个王立，他在他的这个反思录里边就专门提到，就特别提到过这个林彪。他就说这个林彪啊，是这个主席是在一线，这个林彪永远都躲在后边了。如果这主席不让他主持会议，他绝对不会主持会议。这个主席不到会的话，他也不到会。那基本上林彪就根本就不参与这个会议的，几乎是什么会都不参与，除了我们看到66年这个下半年的时候，那时候文革刚刚这个发动起来，风起云涌，那时候林彪跟着毛泽东啊，什么检阅红卫兵啊，上天安门城楼讲话呀。从那以后啊，林彪几乎不参与这个中央文革小组的碰头会，也不参与后来的这个中央政治局这个常委扩大会等等，他都不参与。这个能不参加就不参加，这是林彪一贯的态度。林彪怎么可能在
1970年3月份的时候会给毛泽东写这么长一封信，要求毛泽东这个给文化大革命设一个时间，怎么可能呢？所以说啊，这份所谓的这个中央三十给政治局写的报告，编造出林彪的这么一封给毛泽东的信，这个呢，我们现在看呢，这个编造的十分的幼稚了，这个十分的不靠谱。另外呢，还有几点，比如说啊，1970年这个11月18号的时候呢，林彪呢当着周恩来、康生、季登奎的面呢，在这个中共高层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指示的时候呢，表示了他的不满，表示了他的不满态度。林彪当时说这个中国的马列主义理论家主席的助手也反党，谁还敢有意见呢？也就是说呢，庐山会议的时候，70年的庐山会议，毛泽东把陈伯达这个抛出来，把这个陈伯达呢作为一个这个异议分子所打倒。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林彪敢于当着周恩来、康生和季登奎的面发表他的对这件事情的不满吗？林彪也许在私底下，可能比如说他在家里，在毛家湾，也许跟自己的老婆叶群这个说几句这种悄悄话，发几句牢骚，这倒是有可能。但是呢，当着周恩来、康生、季登奎的面发这种牢骚，难道他们就不怕周恩来、康生和季登奎他们向毛泽东去汇报吗？那你要知道啊，康生那可是文革极左派的这个里边的一个重要的灵魂人物。也就是说，这个四人帮，比如说我们现在老说四人帮是王洪文、江青、张春桥和这个姚文元，但是呢，因为康生死得早，他75年他就死了。但是呢，在这之前呢，康生可是响当当的这个极左派。也就是说呢，他是文革极左派里边的非常核心的重要人物。那么尤其是比如说我们看在这个庐山会议上，当时康生可是非常积极的，在这个打倒陈伯达，这个在打倒陈伯达这件事情上，他也是态度非常鲜明的，那完全是站在江青、张春桥站在他们一边的。那么林彪对这个事情当然是心里是很清楚的，那他怎么可能会这下了庐山以后，在11月18号当着这个他们几个的面发泄这个对陈伯达、毛泽东对陈伯达处理的这个方式的不满？不可能嘛，没有这种可能性嘛。我们再往下看哈，他这个所谓的报告里面还提了一点，说啊，1971年的3月22号呢，林彪经周恩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这个信里提出一个什么呢？提出啊，说请求辞职，说要跟着这个老婆孩子啊回湖北家乡养病啊，而且呢，这个信中呢又再次提出要结束文革，恢复党政社会的正常秩序。又来了，又是一个这个没有办法这个核实的这么一封信。林彪当时在3月22号会向毛泽东写这么一封信吗？71年的三月份，当时是一种什么政治形势呢？从1970年这个12月下旬开始，中共高层就没有停止过开会。开了哪些会呢？首先开了这个华北会议，开完华北会议，这个毛泽东把华北，这也就是把这个郑维山和李雪峰，把这两个华北地区最重要的这个领导人把他们换下来。李雪峰呢是这个当时是这个北京的这个华，就是他们在开这个庐山会议的华北小组的这个组长是这个李雪峰。当然呢，李雪峰他还是政治局的候补委员。那么郑维山呢是北京军区的司令员。那么毛泽东通过华北会议，把李雪峰和
郑维山两个人换下来，换上谁呢？换上自己信得过的李德生和季登奎。这是华北会议，这十二月底开的这个一月份，然后呢，紧接着又开这个军委座谈会。这个军委座谈会呢，就毛泽东逼着黄屋叶李秋他们在这个会上要做检讨，哎，等等等等，然后把他们搞得这个狼狈不堪。完了以后呢，紧接着四月份呢，又召开了批陈整风汇报会。所以呢，基本上我们看，从1970年12月下旬一直到71年的4月份，这几个月差不多有四个多月五个月的时间，中共高层就没有消停过，大基本上都是在开会。这个开会呢，毛泽东呢就掌握着会议的这个进程，压迫着这个军委办事组黄屋叶李秋他们这个写检讨。那么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想逼出黄屋叶李秋他们背后的林彪，也就是说呢，希望林彪呢识时务，哎，识时务者为俊杰啊，你是不是也要写一个检讨啊？向我认个错，低个头认个错啊？但林彪什么？林彪就是不检讨，就是不说话。林彪的态度是什么呢？三不，就是呢，我也不说话，我也不自责，然后呢，我也不干扰主席，不干扰毛泽东对问题的处理。你毛泽东说什么是什么，你想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你说的任何事情我都同意。所以呢，在这个搞到这个批陈整风汇报会的时候，毛泽东实际上已经是就好像这个狗咬刺猬啊，这个无处下嘴了。你这个林彪什么事儿，这是你想怎么处理，那你就怎么处理好了。所以呢，不得不在批陈整风汇报会上给黄屋叶李秋军委办事组这几个人做一个组织结论，做个政治结论，说他们呢犯了什么这宗派主义错误啊，什么违背了九大的这个党的这路线方针啊，等等等等。林彪在这段期间里面就是不说话不检讨，那他怎么可能忽然在这个期间又给毛泽东写信说要跟老婆孩子到湖北乡下去养病去种田，有这种可能性吗？完全没有这种可能性。而且甚至于林彪还提出来说要结束文革，这就更不可能了，对吧？毛泽东的这个从他的九大的政治报告我们就已经看得很清楚了，毛泽东是要搞的是这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这文革呢他是根本就不想结束的。即使打倒了刘少奇，搞垮了邓小平，好像是文革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已经这个全国上下这一片红了，这革委会都成立了，对吧？大联合三结合，一切都已经在毛泽东的掌控之内了。但毛泽东为什么不宣布文革停止呢？他不愿意宣布，对吧？他觉着这事情还没完，这还要继续革命，还要在上层建筑里继续搞什么豆皮改啊等等等等，这是毛泽东一门心思要进行的事儿。林彪怎么可能会在这个时候一方面表示辞职，另一方面又要让毛泽东结束文革？难道林彪没有接受刘少奇的教训吗？刘少奇当时在毛泽东要这个在开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当时要打倒刘少奇的时候，刘少奇当时就是向毛泽东提出这么一个要求嘛。刘少奇说这个广大干部都是好的，这责任这错误都是我一人犯的，我责任我一个人一肩扛了，我呢这个回到我这个湖南乡下，带着老婆回到湖南乡下去种地去，我不当官了，我当个平民老百姓总可以吧？毛泽东怎么会放过你啊？对吧？如果不把你刘少奇打倒的话，怎么能证明你这个毛泽东发动这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正确的，是及时的，对吧？所以刘少奇的这种幼稚的这种幻想，这个对毛泽东的幻想，那这是白他白这搞了，白参加革命都这么多年，白跟着毛泽东整了这么多人了，他难道认不清毛泽东的实质吗？林彪也一样，林彪他当然看得出这个当时的政治现实，所以林彪也从来也没有提出过要辞职的。从我们现在看到的所有的这个有关的资料，林彪从来没有提出过要辞职，从来也没有提出过说辞了职还要回什么湖北乡下去，
到什么乡下去什么养病，养什么病啊？那个病能在乡下养得好吗？这个怎么可能要去结束文革呢？林彪在整个文革当中基本上是没有提出过任何与毛泽东这个他的整体的战略部署相违背的这种思想的，从来都没有的。这个时候你说林彪会提出什么这个结束文革，恢复的党政秩序，这怎么可能呢？没有这种可能性嘛，对吧？另外还有一点，最后一点呢，他这个这个所谓三十给政治局的这个报告里面说呀，说1971年的这个4月份呢，周恩来呢，这个4月27号，周恩来呢传达毛泽东邀请林彪出席观赏国际五一国际劳动节晚上的烟花演出。林彪要出席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演出，难道还要毛泽东要让周恩来去这邀请林彪来参加吗？林彪是一定要参加的，对吧？一个是主席，一个是唯一的中共中央的副主席，一个是这林彪作为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对吧？接班人，他怎么可能不出席这个会？这么重要的一个这个五一国庆这个晚会呢？怎么可能呢？而且呢，他这个里边，他这个报告里还说林彪拒绝回答，不仅拒绝回答呢，而且呢，毛泽东到了五一这个天，到了这个五一的这个晚上，毛泽东到了天安门之后呢，林彪故意不来，故意不来呢，周恩来还三次给林彪和叶群打电话，恳求林彪说能否看在我周恩来的恳求您的面子上，来吧，否则影响太大了。问题我会尽力的。我记得我这个前几个月之前，我曾经专门做过一期节目，跟大家谈过，就是林彪有没有在71年的五一劳动节的晚上故意迟到。我们看到的，现在我们看到的当时的什么八一电影这个制片厂啊，这个国家的这个中国这个新闻电影制片厂，他们当时设的这个纪录片，毛泽东、林彪两个人同时登上了这个天安门，是乘着一个这个电梯，从天安门的这个左侧的一个电梯啊，上到天安门城楼，然后呢，两边是这个旁边呢，是很多的这个军人，这个热烈的这个欢呼，毛泽东和林彪一前一后，后边还有一个周恩来。林彪当时穿着是一个军大衣，戴着一顶军帽，然后呢和毛泽东一起在这个上了这个天安门城楼，而且呢，跟当时在天安门城楼上的这些外宾一一握手，然后就坐。我们从这个电影这个纪录片上的这个照片，这个记录的这个影片上来看，林彪的当时的态度，这个神态呢是很自然的，是看上去是比较愉悦的，并不是像后来有一个这个中南海御用的这个摄影师叫这个杜修贤，说这林彪呢晚来了，不仅晚来了，而且还是这个是因为晚来，是因为抽了大烟了。所以就晚到了。到了天安门以后呢，萎靡不振，然后也不坐下以后也不跟毛泽东，也不搭理毛泽东，最后呢，还跟毛泽东不辞而别。这个杜修贤的这番话，在这个整个的这个党史的这个行业有很大的影响。所以我们看他编造出这么一套谎言啊。这个影响很大。如果我们仔细的看那部这个影片的话，这林彪根本就没有迟到，他就是规规矩矩的跟着毛泽东一起上了天安门，不仅没有迟到，而且他早退呢，确实早退了，但是林彪也向毛泽东打了招呼了，向毛泽东请假，毛泽东同意以后，林彪才离开，才提早离开了天安门。如果说林彪晚到天安门，那么叶群什么时候到的天安门？他们两个人总不可能是一前一后吧？总不可能是叶群先上了天安门，
然后这个林彪再晚来，他们两个人一定是同时出发的。那么同时出发，如果林彪晚上天安门，那么是不是叶群也同样也晚上天安门呢？那么为什么这个杜修贤只看到了林彪一个人，而没看到叶群呢？因为我们在那个电视纪录片上看得清清楚楚，叶群当时也是在天安门城楼上，也是和那些个政治局委员一起花叉着是坐在一起的。而且这个林彪这个走了以后呢，毛泽东兴致很高啊。这个叶群趁着这个江青不在这个毛泽东身边的时候，还特地跑到这个天安门后边的这个一个休息室里去跟毛泽东这个聊天谈话呀。毛泽东拉着叶群的手还说了不少鼓励的话。这个叶群这完了以后，跟毛泽东谈话完了以后，心里很高兴，觉得说这个毛泽东呢对他们还是网开一面的，并没有想把他们整得怎么样。虽然前一阵儿逼着他们做检讨，给他们做了给黄无业、李秋他们做了这些政治结论，但是呢，五一这个天安门城楼上的叶群跟这个毛泽东谈的还不错嘛，所以叶群回到毛家湾以后呢，很高兴，就跟这个秘书呢，跟林办的秘书呢，就把这些事情都说了一遍，不仅跟民办的秘书跟林办的秘书说这些事，而且还专门把他跟毛泽东谈话的这些个要点，回到家里又好好的又回忆一下，又给记录下来，再跟这个黄武、李秋他们几个人，军委办事组他们几个人再传达一下。所以我们看啊，如果林彪那时候是故意晚来，又故意早退，毛泽东是这么好相与的人吗？毛泽东会放过林彪吗？会，然后还会跟叶群在这个天安门城楼这个内后边的休息室里，可以高高兴兴的谈谈这么长时间呢？怎么可能呢？所以我们看啊，这个所谓的三使，他们搞的这么一个政治，这就向中央政治局写这么一份报告啊。首先无论是从逻辑上来看，还是从他这个报告的内容上来看，都是子虚乌有，都是不成立的，完全都是不能成立的。那么话说回来，为什么海外就是有这么一些人呢？他们愿意编造出这些个内容来，难道这些人吃饱了撑的没事干，就是想编造出这么一些东西吗？那确实是有，比如说我们看到的，有除了这个中央三使的给所谓政治局的报告，我们还看到，比如说有什么林彪日记啊，什么邓颖超日记啊，康生日记，什么周恩来遗嘱，乱七八糟的，这个有很多这种东西啊，隔一段时间呢就会推出来。隔那么一段时间呢，就会有这些东西在这个网络上面啊，在这个流传。那么，中共方面呢，对这基本上是不屑一顾的，他们也不会站出来予以驳斥，因为那什么呢，驳不胜驳。这个好像他们如果站出来驳斥的话，这个好像低了他们的这个低了他们的这份儿，对吧？那么这些人，就是说编造这些故事的人，也许他们是出于一种反共的心态，也许是出于一种这个把中共啊这个搅乱他们的内部的这些思想，同时呢，也可能也不排除他们这些人呢，对林彪这个集团呢，他们对林彪集团呢有些不同的看法，然后呢就编造出这么一份内容呢，好像呢要有也希望中央呢对林彪这个案件呢做一些重新的审理，重新予以评价，这可能也许出于这种心态吧。但是为什么呢？这为什么会有这种东西呢？我们也不知道。但是呢，基本上我可以负责的向大家说，是没有这个他们编造的这个所谓中央三使三个研究室向政治局写报告这种事情是子虚乌有，根本不存在这种事情的。那么我还想再说的一点是什么呢？中共啊，自从这个两岸审判之后啊，所有相关的资料内容通通的都封闭起来了。也就是说呢，档案
不公布啊，同时呢也不允许搞这方面的研究啊。大约是在十年以前吧，啊，九年以前，十年以前，哦，我看到一个这个中央这个党史研究室的一个副教授叫叶辉南，叶辉南先生呢，他写了一个有关林彪事件的这个一个研究的述评，他这个述评里边呢，有说了几句真心话，他说的是什么呢？他说呀，有关林彪的这个研究呢，有点稍微的规模，但是呢，不能深入下去。为什么不能深入下去呢？他给了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这是党的宣传纪律所不允许。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共产党高层根本就不允许你搞什么什么林彪事件的研究。也就是说呢，你只能按照中共中央给林彪这个集团定案的那个结论，你只能按照这个口径来说，你不能自成一家，这个自己说出一些个跟中共中央这个决议所不一样的东西。好，刚才我们谈到的是这个叶辉南先生哈，他的这个文章有关林彪这个事件研究述评里面的第一点，就是说呢，这个中共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啊，就不允许那个国内的党史研究者呢，可以任意的发表自己的文章，所以你的观点，你说的这个内容，不能和中共中央的这个决议、中共中央的文件和最高领导人这个指示相背离，就是你不能发表跟他们意见不一样的东西。所以从这点上来说呢，国内的这些个党史研究者，他们是不可能站出来提出跟中共官方决议内容相反的这些东西，他们是不可能的，这是第一点。那么叶辉南先生文章第二点是说什么呢？就是说呢，档案方面的这些有关的资料呢也不开放。大家知道这个历史学呢，其实很大程度上就是个这个档案学，就是资料学。你没有资料的话，你空口说白话是不行的。你要论证一件事情的话，你总要有一些新的资料，对吧？你有了这些资料，你在这个新的资料的基础之上，你才可以得出新的结论。那么中共这个所有的有关的这些资料档案，它一律都不开放了。不开放的情况下呢，作为这个你作为研究者来说，那显然就是处于一种什么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嘛。你没有资料呢，你也做不了，你也没法做你所能看到的，也就是说呢，都是官方允许的，官方符合官方口径的，跟这个官方这个意见相一致的，哎，这你能看得到。那所能跟官方观点不一致的那些东西，他自然而然他就不拿出来，他不拿出来不给你看，你当然也就没有办法写一些新的东西。那么个别的人有一些特权的，比如像这个文献研究室哈，他们要写周恩来传啊，写毛泽东传啊，那他们如果都对他们都不开放的话，那就更不能写了。他们能看到一些东西，他们可以跑到中央档案馆去看到一些东西。比如像我知道这个高文谦先生，对吧？他当时是文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这个负责周恩来传记小组的组长，对吧？如果连他都不能看周恩来资料，那谁能看呢？那么他就去看过一些资料，那看过一些资料呢，他当然就知道周恩来有哪些个不为人知的地方，所以他后来写的晚年周恩来就有很大的突破在这方面。那据我所知呢，中央档案馆的这规定是非常严格的，就是你没有经过他的许可的话，你是不能任意用他的资料的。我当时的这个读研究生的时候，我的那个研究生导师曾经跟我谈起过，他曾经去过中央档案馆去查一些资料。我这个导师去了中央档案馆，中央档案馆跟他是怎么说的？就是说，第一，所有的资料你只能看，就是我们提供给你的，你不能随便要的，我们只能给你提供部分的这个档案。有些档案呢，你可以看，你可以做摘录，但是你摘录你不能从头写到摘到尾，你总能提出在里面摘出几段来。你不能这整个全篇的把它
抄下来那不行，你只能挑出几个就是你认为有用的。第二点呢，就是说呢，你没有不经我们的许可的话，你不能引用这些资料。第三，这些个资料呢，你自己本人你不能带走，我们呢要把这些材料呢寄到你的原单位，你的那个本单位，你的工作单位，在这工作单位由他们来监督使用，就是说这个资料并不属于你，仍然是属于国家的，属于政府的。那么我这个研究生导师，这个基本上是一无所获了，反正当然也是见识见识了中央档案馆到底是怎么回事了。所以由此可见啊，并不是说他们没资料，而是说呢，他们根本就不开放这些资料，根本就不允许你使用，根本不允许你这个探索。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林彪事件还怎么研究呢？对吧？当然，对于海外来讲，并不是说完全没有，那么仍然还有大量的这个有关方面的回忆啊，有这些个人，这有关方面的这些个当事人，他们在这个香港啊，在港台啊，出版他们的回忆录啊等等的，我们仍然还是有能够找到一些相关的方面的资料的，然后呢，去粗取精，对吧？去伪存真，然后呢，逐渐的来丰富，来这个完善有关林彪事件的这个研究。那么，正是由于官方采取的这种政策呢，实际上呢，就给海外的很多的这些个人士呢，就是给他们一种不相信中共官方说辞的这么一种印象，就是你不管你说什么，我首先我就怀疑，然后呢就不相信。那么呢，一有什么其他的，有像比如像争鸣啊，像其他的动向啊，有一些这种类似的杂志，一写出一些个跟你中央所谈论的这个问题的不一样的地方呢，自然而然就吸引大家的眼球，吸引大家的注意力，就给了这种传言，给这种谣言呢，在很大程度上呢，制造了一个传播的土壤。也就是说呀，正是由于中共官方的封锁，这个打压国内的党史研究者，又不能畅所欲言，也没有办法发表他们的这个研究的文章，所以呢，就给海外的一些人呢，制造一些谣言呢，给他们制造了这种土壤和机会。另外呢，这也符合很多这个老百姓普遍的这种猎奇的心态。那么呢，由于海外的这个很多的这些个这普罗大众啊，他们对中共的一些个宣传的这些个说辞呢，普遍持有怀疑的心态，所以呢，这些个像争鸣杂志啊、开放这个动向啊、开放啊等等这些杂志，一旦登出来有关跟中共这个不一致的，就好像是这种爆料的这种东西的话，那么它就符合这些个普罗大众的这种心理和他们的这种期待，所以也自然而然呢，就形成了这种传播。所以呢，也就是为什么的这个每隔一段时间呢，就会这种东西呢就会跑出来，就会有人来问啊，到底这个东西是不是真的呀？看上去听上去好像也觉着也是正确的，好像也还挺有道理的呀，等等，就让人真假莫辨。那么这些编造者呢，大概也从中得到一些这种愉快，也许还能得到一些蝇头小利，也说不定嘛。所以呢，在这里呢，我就向大家把这个问题呢跟大家谈一谈，说明一下，所谓的这个中共中央什么三个研究室，像什么政治局写报告这件事，应该说是没有的，没有这种事情的。好的，今天的节目呢就讲到这儿，下期节目再见，谢谢大家观看。